我说人在走这个桃花运的时候啊，连这一台九人巴士都挡不住了。嘿嘿，小妞，我来喽！哎，刚才那个水果牛儿呢？嘿，帅哥，来呀！哎，叫我吗？哎，人家是叫我啦，告诉你哦，可别跟我讲啊，我先尬上了，我再让给你呢。嘿嘿嘿。哎，这个真的是找你的耶！ 找你的啊，赶快啊！奶奶，哦，我来了，baby。哎，我的幻想症不是已经好了吗？怎么又犯了？不行，我得再去看医生了。还有谁要上当的？快哦！喊他吗？他？就你啦，帅哥，帮忙！哎，我还真的是不太想帮呢。 因为我喜欢帮的是男人，哎，真的是男人耶！那我今晚有着落了。